修，请坐。我们接着看第八首偈，清凉大师疏抄最后的一段。借体之用，故问之以知；机用之体，故大以信尽。知之一次，重要之门。我们就看到这里啊。这一段把问答的意趣给我们说出来了。前面问的是佛境界知啊，何等是佛境界知啊？大呢，是大的这个句子里面大的是其性本清净啊，这个四句里头这一句是最重要的啊，其性本清净。看到好像是，所答非所问，所以后面这一段的开始非常重要啊，大的意思很深。前面两句是借体之用，故问之以知。抄里都说得很好啊，借体之用下，这下面就是这段文，会为，会是会通啊，为是相为啊，会通相为，为前问问之，尽达心境，多无之言，好像没有这个知这个字，是何以会通呢？啊，故为此会，这个会就是会通。啊，让我们初学的人了解这个问跟答是相应的。啊，不是问答不相干。下面举当时一位大德的话啊，故水南知识曰啊，这是一位善知识，他说的借体之用啊，明知借用之体明己啊，这个解释呢这就好了啊，我们就明白了。问是从用上问的，作用啊，你看问何等是佛境界知啊，我们赞佛了，佛是全知全能的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个话是真话，不是假的啊。我们学佛学这么多年了，明了啊，佛有这个智慧，佛不是说只有他有，别人没有。佛说一切众生等有啊，不是说一切众生皆有
啊，一切众生皆有，不见得平等呢、啊。等有可了不起，等于说完全一样啊，没有两样啊。一切众生平等的有啊，啊，不是他一个人独有啊，不是佛专有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九法界众生都是等有。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一切畜生也都有，恶鬼也有，地狱也有。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同的境界呢？这个就是前面讲的迷雾有前身啊，六道都是迷的人呐、啊，迷里头也有的小悟啊。迷的最深的是地狱，啊，比地狱稍微浅一点的，恶鬼。比恶鬼又浅又浅一点的畜生，比畜生又浅一点的就人道，比人道更浅一点的就天道。迷得越深呢，悟越往下坠落；悟得越高，就越往上超生呐、啊，就这么个道理。懂得这个道理，是我们想到孔老夫子的一句话，我们就应该知道怎样去学习。啊，孔子说，他说我曾经一天不吃饭，一天不睡觉，想来想去，当然一天一夜想的很多啊。想来想去呢，都没有真实的利益。最后下的结论，不如学也。学圣人。啊，在我们来讲呢，学佛、学菩萨，不如学也。学佛就要做佛，学菩萨就要做菩萨了。那你是真学，你不是假学。啊，佛有圆满的智慧，有圆满的德行，啊，智慧在哪里呢？在经典里面。德行在哪里呢？在戒律里面。我们就有学处了，学戒律就是学佛的德行，学佛的生活，学佛的处世待人接物的真干呐、啊。啊，从哪里干起？这佛在经典上讲得清楚，从十善业道做起。你看佛在十善业道经最后的结论告诉我们，声闻菩提、圆觉菩提、无上菩提，乃至于人天法，
无疑不是以十善业为基础，十善就像大地一样啊，都是依照这个地生存的，依照这个大地建立，没有十善什么都没有了啊，不要说佛菩萨没有了，人天都没有了，没有十善业都到三恶道去了。你就想想看，十善业道是何等的重要啊！那我们学十善业道，就是学做佛的基础。啊，那十善业道我们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从前人能做到？这要我们多想想啊。十善业道在中国是家教啊，不是这个弟子规啊。我们今天强调弟子规啊，十善业道做不到的时候是没有家教。从前学佛的人，无论在家出家，都有良好的家教。啊，我们这一代生在乱世啊，这历史上真的是大乱之时啊，古往今来没有遇到过的啊。啊，所以我们这个家教啊没有了，从小没有好好的学习啊，古人讲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啊，很可惜，我们这最重要的教育，在战乱里面忽略了，啊，失掉了。啊，成年之后，染上社会上许许多多不良的习性。现在年岁大了，要改过来难了，啊！古人有所谓呀：“江山易改呀，本性难移呀。”那个本性是叫习性，啊，已经养成的习性呢，要把它改变过来，太难，太难。啊，江山易改，我们今天看到了。啊，这个机械化的工程，真的是移山倒海。啊，现在人都能做到啊。啊，可是，习性要把它回归到本性，那不是一桩容易事了。啊，你跟他讲，他听得懂，他也点头，也很赞成，也很欢喜，做不到啊！啊，这些话我们听得太多了，为什么做不到？疏忽童年的教诲啊，所以现在这么难。如果他要知道，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我相信啊，不需要劝他了，他会很认真努力去改过。啊，为什么呢？他明了现在这个不善的习性啊，将来要遭受严重的苦报。你说他要不要改呢？啊，从这个地方让我们就想到，为什么印光老法师一生那么样重视因果教育？
那我这一生提倡因果教育是受印光大师影响的。1977年到明年就刚好30年了。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在界限界中华佛教图书馆讲楞严经讲2个月。图书馆里面收藏着不少红化社出版的善书。红化社就是印光老法师办的。他老人家所收的四众的供养几乎全部拿出来印经。印送这些善书。我喜欢读书，看到这书，我总会翻到书最后的一页，版权页，看看书哪里印的，什么地方印的，我看看这个，再看红花社的。看到《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使我非常惊讶。为什么惊讶呢？他印的数量太多了。十几版、20几版、30几版，印这么多，而且每一版的时候，差不多都是5万册、10万册，数量这么大。再看看红花社出的经书，没这么多数量。多半都是1000册、2000册、3000册。我就很奇怪了，为什么印光大师对这3本书如此大量的流通？而且这3本书不是佛经。了凡先生儒家的，感应篇是道教的，安世全书前面一半，篇幅占1/2，文昌帝君印制文也是道教的。后面3篇，一篇是戒杀的万善仙子，一篇是劝人戒淫的欲海回匡，最后一篇是劝人念佛的西归之时。是我想到的时候，这个老和尚把这个道教的东西拿出来这样提倡，《了凡四训》印了这么多，而且还给他做了2次序文，他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我们明了了。因果教育现在人不懂因果，什么坏事都敢做不知道一转眼果报就现前，那个果报可太可怕了。我们从这个地方也看到老和尚心量之大，用现在的话来说，多元文化。
它不忌讳。大量流通道教的因果报应，大量流通啊，《了凡四训》讲的改造命运，对现代人来说呢，是最契机不过的了，也是当前社会迫切需要。讲儒讲佛来不及了现在就是要用因果所以我们是做老法师再传的弟子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印祖的学生我们有义务有责任把祖师的教诲发扬光大这些年来不但我们也大量的印这三本书我印的数量也相当可观现在更是想到是我们要用这个科学技术来弘扬所以我就想到大家现在最喜欢的是连续剧我在中国大陆找到影剧界的朋友给我编连续剧了凡四训二十集我想在明年初就可以完成了二十集接着呢就是感应篇汇编三十集安寺全书三十集安寺全书前面文昌帝君阴质文就不必要了因为那个跟那个感应篇汇编呢性质相同重复的我就想呢万山仙姿十集劝戒杀玉海回匡劝戒淫十集后面呢西归之子劝念佛十集说总共我这是八十集印足一生用这个来劝导世人我们现在把它搞成连续剧范围就更大了这个连续剧拍成功之后有很多朋友告诉我要用外国文字字幕打在下面向全世界流通他说不要配音配音外国人反而不喜欢就是把字幕打上去就现在电影院里面的方式一样很受欢迎这个建议好所以将来我们有英语的旁白这个字幕有法语有西班牙语有阿拉伯语有俄罗斯语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使用的六种国际上的文字我们也都把它配进去希望在电视上播放在网络上流通扩大对于这个世界一切众生因果教育比什么都重要
啊，所以在经典里头，许许多多使我们联想到这些事情。众生真的回头了，向善了，这些善书经典，他才能看得进去，他才能体会到。所以印祖提倡的，说老实话，是学佛的最初方便呐、也是现代社会上啊迫切需求的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的不二法门啊，我们全心全力在做。所以这个问，问的是知，啊，答，答的是题，这个答得好啊，啊，换一句话说，般若智慧从哪里来的？从清净心来的。你看楞严上讲。静极光通达，啊，静到极处，光就是智慧，智慧就现前。智慧起作用，没有一样不通达的。你问智吗？我告诉你，这是智。你看，问跟答相应。如果是一般人来问的时候呢，这个知从哪呢？这要从学习啊。这个父子都讲啊，学而时习之啊。啊，一定是这样答复你。啊，佛不是，佛是从根本上来答复你。啊，自信本具般若。本具无量的能呐、用这个来解答你啊。那你要知道了，你就晓得清净心的重要啊。所以大乘佛法里面讲菩提心啊。菩提心的体就是真诚，真诚就是此地讲的本性，本性本来清净，本性本来平等。本性本来慈悲，都不是外面学的啊。我们将这个这一桩大事用十个字写出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真诚是体。真决定不是虚妄，这佛经上常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我们的本性决定不是虚妄，因为本性心体能生能显啊，整个宇宙都是这生的，能生能现。啊，它迷了之后，它能变，还是起作用。
啊，弥勒以后，便设法界一真庄严。绝了之后，啊，便没有了，只有现，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就没有了。那是真的，那个不是假的，真诚啊！啊，诚的意思就是无念。啊，你看曾国藩给臣下的一个字的这个字的下个定义，一念不生是为臣，啊，有念就不臣了，无念才是臣。啊，我想曾国藩先生念书也很多，不能说没有受佛法的影响。啊，他对臣字解释的这么好。啊，佛门里面许多大德都引用他这一句话。啊，清净、平等、正确、自受用啊！啊，慈悲他受用啊！这就是大乘教里面所讲的菩提心。体真诚，自受用身心，就是清净平等觉；他受用大慈大悲，啊，以慈悲对待一切众生呢，这是菩萨。啊，众生有过失，众生有罪业，佛菩萨怪不怪众生？不怪。啊，那世间圣人，尧舜禹汤，他们看到这个世间人造罪业啊，犯过失，他也不怪。不但不怪呀，反过头来责备自己。你看汤王讲：“万方有罪，罪在真功啊。”真功是我自己啊。为什么说罪在自己呢？我没有教得好。啊，古时候做帝王。帝王他做的事业三个字君亲事啊，做之君，做之亲，做之事啊，君是领导啊，你是这个国家人民的领导啊，啊，你要领导的好啊。做之亲，亲是父母啊，啊，人民叫子民啊，你要好好养他了。做之师，你要好好的教他了。他还犯罪，他还作恶，我没教得好，我没有领导得好，罪是在我，不在他。叫圣人佛菩萨为什么没这么说呢？佛菩萨要是这样说，他也变成凡人了。为什么呢？他起心动念又分别执着了。咱们前面念过，佛菩萨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以众生作善作恶，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绝对不会起心动念。啊，你有苦难的时候，
这就是感，佛菩萨有应，他一定来帮助你。啊，帮助你什么呢？帮助你破迷开悟。啊，那为什么不帮助你离苦得乐呢？破迷开悟就离苦得乐了。啊，苦从哪里来？苦从迷来的。乐从哪里来？乐从悟来的。苦乐是果啊，迷悟是因啊。佛在因地上帮助你啊，果地自然现成，不用说了。那果上不能解决问题，啊，你没得吃，我送吃的东西给你；你没得穿，送穿的东西给你，不能解决你一辈子。所以这种救啊，只能救急啊，不能救贫呐、啊，不能救你一辈子。救你一辈子用什么？教你，你有智慧，有能力，你自己可以独立谋生，这是给你一辈子，不一样。啊，佛菩萨救济一切众生呢，不是用物资，是用教诲。啊，我们向去佛菩萨求，求什么？求教啊！啊，教才是真正保佑我们。啊，千万不能搞错。啊，佛菩萨教诲在哪里呢？在经典里面。啊，早年是我26岁的时候，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啊，最后一个单元就是讲佛经哲学，这是他把佛经介绍给我。佛教在哪里？在经典里面。我们才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目标，在经典里面。啊，离开经典，哪来的佛教呢？寺院庵堂佛菩萨形象，那是外表，那是形象，实质在经典，而佛法重实质不重形象。啊，有实质，形象起作用；没有实质，形象就变成迷信。这就是说，为什么他重实质不重形象？道理在此地，我们要清楚啊！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国家建的寺院啊，所以寺这个名称你要晓得，寺什么意思？古时候，寺是国家办事的机关，称为寺。啊，为什么称为寺呢？这个机关呢是永远设立的，不会被撤销的。啊，代代要相传下去的，这个机关才能称寺。啊，谁管呢？皇帝管，啊，皇帝管的这个机关叫寺。你们现在到北京故宫去看看，就看到了。你看到里面有9个寺，啊，这就是皇帝下面有9个，我们现在讲一级单位，直属皇帝，皇帝管辖的。它里面的长官叫卿。九卿呢，三公九卿呢，那三公等于是皇帝的顾问，啊，九卿是他底下办事的机构，
佛教传到中国来了，设立这个机构也称之为寺，归皇帝直接管理。宰相下面的这个机构称部，在从前六部宰相下面一级单位称部。所以部可以正式，也可以取消，寺不能取消，所以它是政府办事机关的。佛寺办的是什么呢？在过去，佛寺它主要的业务两种，因为佛教是从印度来的，经典是梵文，所以它主要的工作是翻译译经的。现在是国家的译经院，它赋予这个性质。另外呢，指导学生学习，它是教育机构所以佛寺是佛教教育的机构这不是宗教你把这个通通搞清楚，你才明白恍然大悟佛陀教育我接触到之后，就像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么好的这样严肃的大事我那个时候在台湾一个人呢，父母亲戚朋友什么都没有无牵无挂张家大师给我选择这个职业劝我出家，劝我弘扬佛法，我就接受了，所以出家是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佛法是方东梅先生介绍给我的，那弘法利僧当然也学教，我跟李老师十年跟他学教。三个老师，少一个都不行我出家那一天就开始讲经这个伯胜老法师就找我，要我到他那个佛学院。石浦寺办了一个三藏佛学院要我到那边去教书只是剃了头，沙弥戒还没收就到三藏学院去教书了这个讲经教学的工作就开始了今年47年了47年没有中断的，天天才干呢，越干越欢喜真的是，所以现在看四书就像吃冰激凌一样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夫子这个境界我完全能体会我这么多年干的时候真的这个味道全尝到了法味
法位决定不是世位能够相比的。尝到法位之后，你一定会舍弃世位，这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你会把它舍得干干净净，没有这个路啊，怎么比也比不上。所以大这个心经，你看意思多深啊！本性本净，本性本善，本性本来平等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本性里头本有的，这不是外头来的。我们迷失了本性，所以这些性德失掉了。啊，真诚失掉了自信，就变成虚伪，啊，虚情假意；清净失掉了，就染污；平等失掉了，就傲慢。正觉失掉了，愚痴；慈悲失掉了，自私自利。恰好相反，诸位要晓得，体是一个，用不一样了。啊，你真正把这个真相搞清楚之后啊，你会发现，迷雾不二啊。真诚跟虚伪不二，清净跟染污不二，平等跟傲慢不二，正觉跟迷惑不二，慈悲跟自私自利不二，体是一个。觉的作用跟迷的作用恰恰相反。啊，觉的作用佛菩萨，迷的作用啊六道轮回。造六道业啊，所以你觉悟啊叫菩提心，你迷惑的时候叫轮回心啊，轮回就是从这个地方变来的啊，轮回之体还是法性啊，这个不能不知道。下面他还有个比喻啊，这个都是水南大德了他讲的，如即灯之时即是光，即光之时即是灯啊，灯为体，光为用，无二而二也。啊，这个比喻不难懂，都是在我们面前啊，他问的是从用上问，知，知就好像是放光啊，光从哪里？光从灯发的啊，灯是体啊，这灯放光，这个作用啊叫做知啊，所以知之体呢，就是光之体呢，是灯。啊，灯跟光是二，也是不二。二而不二，不二而二。啊，这样子我们就很清楚明白，啊，这个众菩萨的问，啊，文殊菩萨的答。没有矛盾，虽然大的这个一首偈里面没有知，但是知的意思圆圆满满啊，一点都没有欠缺啊。下面说知之一字，众妙之门
那么这一句话也是水南大德所说的啊，这一句味道深呐，众妙之门。所以现在人我们常常听说求知欲，你想上学，你想读书，为什么求知？满足你知的欲望。很可惜呀，你没有遇到文殊菩萨，遇到文殊菩萨就好了，他就告诉你啊，哎，你想求知啊，他真的能够满足你啊。你遇不到文殊菩萨，路就走错了啊。为什么呢？你问的那个人，那个人也不知，也不知道这个真源从根源从哪里来的，他怎么能教你啊？遇到文殊菩萨，那个知就是中妙之门了佛法的殊胜，确确实实啊，这个世法里头无与伦比。你比如现在很多人讲，哪个人不想发财啊？发财你要找谁啊？找什么人都没有办法帮助你发财，找到佛，佛教你就有办法了啊！佛知道啊，你财从哪里来的？不从外头来啊，还是从你心性里面来。你心体里头就是自信，本来具有无量的财宝啊，不是从外头来的。所以佛法叫内学啊，一切要反求诸己，自己有啊，没有见性，这个东西都不能起作用啊，都有障碍，不能起作用。不能起作用的时候怎么办呢？你还是有办法，只要跟自信相应，财宝就出来。所以佛讲啊，布施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你看看现在世间人哪一个不希望有财富，又聪明智慧，又健康长寿？他不晓得到哪里去，所求的方法全错了，所以他得来的时候通通是反效果，苦不堪言呐！一到佛门的时候快快乐乐。智慧天天增长，财富也天天增长。众妙之门，事出世间法，在个智啊。所以佛就是教这个，教你真正知道。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决定不是假的啊！幕后这一句话，若能虚己而会，便弃佛经。这句话很重要，这是勉励我们好好的学习。学习怎么样呢？这个态度啊，要虚心，要谦虚，要恭敬。印光大师讲得很好啊，一分沉静
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益。我们要用沉静心修，要用清净心修，要用平等心修，要用正觉心、慈悲心来修，没有一样得不到的。啊，世间法刚才说过了，出世间法，我们希求的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清净诸佛，这个阿弥陀佛。啊，每一天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供养是修福。听佛讲经说法是开智慧，这还得了啊！啊，所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要到极乐世界才圆满，这个世界不行，怎么搞都不圆满。好，这一首偈我们就讲到此地。